thằng. Yes.
同个种族的人。可是你要小心吃的时候，嘴唇不要碰到，因为会很黏，会黏大概一个小时左右。为什么？不知道。真的、哦？那我很喜欢吃，因为我觉得它这边的那个肉非常的软，很像在吃蛋糕。真的、哦？你看，好。你看他讲话，感觉很像在讲中文吧？好酷哦！他直接放在木炭上面。打小人。多少要面？多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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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